建议说把你们气都气晕了。她把自己的老公让给了自己的闺蜜，你不可能做得到的，现在还单身，讲起来还笑。我怎么做不到啊？她要跟谁去啊？我的生活我自己做主，我自己挣钱自己花。嗯，那有啥呀，早点去，去了以后我更轻松。嗯，更不用管，又不用操心，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我还混个啥呀？混，嗯，这有啥嘛？缘来缘散，缘聚缘，缘来缘聚，缘散缘灭，就这么回事儿呗。嗯，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，我还要去，要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哎，想不了。我现在天塌下来我也笑，有啥关系吗？塌下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那些对于什么来说是毛毛雨啊，嗯，只是我闺蜜她们不要，要的话拿走。你和我儿子是同年的，80年，顺其自然，一切随缘。我这里开车到帮助那里十几个小时，哦，太远了。哎，我连生命都不强求，我还去强求爱情，你真是的，胡也好。我连生命都不去强求，我还去强求一下爱情，你。我们这几天看起来那个太阳很大，但是温度是很低的。今天也是，应该差不多厉害的80后。咦，不是90后的问题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有的90多岁了还跟人家吵呢，嗯，还吵的是乌鲜鲜的。有的人他20岁他都能知道生命的意义是啥。都是单程车票，一般都计较都不去计较了。有的人80、90岁了，哎，这是我家的。嗯，九妹姐，我没有财富自由，我是精神自由。你精神自由了，你其他的全都自由了，姐姐。财富自由这个东西，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，像那个马斯克他都不敢说，嗯。很多财富自由的人他精神不自由啊，嗯，他能在马路牙子边上坐着吃啃玉米吗？不能啊，对不对？能吃冰棍吗？不能啊。其实真正的自由了，只有你的精神自由了，所有的一切都自由了。很多都是因为太多规矩，太多的东西把我们束缚掉了，束缚掉了，然后好多的伪科学，然后把我们架起来了，所以呢，谁对谁错已经搞不清楚了。嗯，对跟错，你搞不清楚，是与非也分不清楚了。本身也没有多少是与非啊，也没有对与错，站在对方立场来讲都是对的，就想法不一样，生活不一样。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活就是对的，嗯，10个人有11个人都说什么这种生活是错的，但是我觉得是对的。不是龙管，这个是衣服，嗯，心境不一样。对，下午好，陈月姐。我要是做龙管的话，好多都不合格，给我重新弄了，重新种。站在对方立场上的都是对，像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什么呢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，然后让自己幸福一点就行了，其他的东西好像真的不是太重要。
我喜欢讲狠话，温柔办事，高高举起，真的是，嗯，会更多的人记住你。我在浇水，我在地里浇水。早上我抽了水，但是茄子、辣椒没浇。记得住我记不住无所谓的，这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那么多功利性，嗯。我们家十多级老铁，他们找我，我就在，嗯，不找我，我就不在，我不给大家，造成麻烦，我也不会卖东西给大家，我也不会给那，我给大家帮忙，需要我帮忙的我就干，嗯，我也不去打 PK， 我也不欠别人的人情，嗯，所以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。车门都不锁的，我的车往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放着，马路上没有人会拿我的东西，也没有人会敲我的车扎我的轮胎，啊，门不锁也没有人会拿我家东西，嗯，就图一个心安吧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到我们家来住的人我也不收米，嗯，卫生自己去搞，房子自己去弄，房子是修好的，自己去打扫卫生，被窝自己去铺，自己拿。主打一个全自助，像那个院子，他们人走了，我去，人在与不在我都不去，就在这里我都不去。有的时候关姐还去打扫一下，我都不去打扫的。我就住不了那么多，我去打扫干嘛？有人来住自己打扫，嗯。土地里面有土地公公，没见着过，不知道，有应该有吧。对未知的世界，我们就保持敬畏之心，就当它有。对未知的世界，我们要保持它有。抖音上，我被抖音迷上了，就是刘总、安良、易江这两个娃娃，大家本身没啥文化，崇拜有知识的人。嗯，好好上班，这哥们儿啊，这边怎么会建一个房子？这里到处都是房子，那里。哎，以前我那些发小嘛，小小姐，我以前只见想建哪一个房子，我们村里的人都说像庙子，像庙嘞，独栋的不行嘞。那些发小说，你这个不隔音呀、啊，这个木头房子，说一句悄悄话，隔壁都听见了。后来我又建了四个房子，全部给它散开。车顶上那个房子以前是一个餐吃饭的院子里的一个小棚子，就在玻璃房的位置，跟玻璃房是一样大的，就是放在那里呢，就是下雨天在那里喝茶的。后来的时候我要建玻璃房，然后就把这个房子就搬到车库顶上了，就建了一个玻璃房，就这样搞多了嘛。鱼尾我得到头干，你就自己干；找不到头，我安排你干。来，大姐，你去把那个水浇一下。有的人他找得到头，人知道；有的人他是要给他说他才知道的。嗯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水管来，和大姐换个位置。红蒿菜长起来了，再过15天你们就看见我的红蒿菜长得很好了。什么是领路人？修行在个人。我是浙江的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贵州用户，我在贵州凤安。对，都要文化，每一样东西都是要有文化，自己学啊，嗯，我在贵州凤安，你这水浇的够透了，嗯，对，要浇透，你光浇表面上没有用的，就是把水管放在那里，让它慢慢浸，嗯，还羡慕不？老茧吧，还羡慕不？
蚊子咬的还羡慕不？家家锅底都是黑的，不要去羡慕别人啊。每家锅底都是黑的，不要去羡慕别人。你的每天都是幸福的，你每天要告诉自己，我在这里，蚊子要咬我的，这些蚊子咬的。你去羡慕别人的时候，人家也在羡慕你。你只能羡慕我们这里的温度啊，其他的都不要羡慕。我们这里就是不用空调风扇，只有这一点你们浙江是赶不上的。你羡慕我们农村青山绿水，我羡慕你们城里的灯红酒绿，差不多的。你看起来我在这里吹牛，其实我在这里浇地浇水。你看起来我在跟你们聊天，我眼睛还盯着呢。所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。对，羡慕这里的空气好，气候好，你们可以羡慕一下，其他的东西你们真的不要羡慕。嗯，其他的东西不要羡慕。看见你这样的生活，我都想回老家去做，搞个小木屋，可以啊。我这大一大块菜园子是需要很多精力的。这个茼蒿菜已经长出来了，今天温度不高，中午可以浇水。今天最高温度才20几度。这个是我种的菠菜，已经长起来了。这个早上浇过了的这些空心菜呀、萝卜苗啊。你在羡慕我的同时，我也在羡慕你们。这么一大块菜园子是需要爱和力量的。和你聊了这么多佛系了，佛是那个神圣不可代替的，我们不要去玷污它啊，兄弟。不要去玷污它，我们还不够格。人家佛系的人是要每天要有文化有知识，我们算老农民。啥也不是，这个天继续干的话，什么这个菜地就难了。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田园生活，田园生活，看见人家拍的那个菜地啊，拍的老美老美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其实很苦的。这块地是杨哥翻的吧？这块地杨哥翻的，直播间弄影寻趣大哥翻了以后，我种了豌豆苗，第一茬我搞来吃了，第二茬我吃了以后，我浇粪，粪浇多了淹掉了，我又给他搞水，嗯。这一翻，那这个地是我翻的，那边两箱是我翻的，那两箱是赵哥翻的，嗯。直播间的大哥大姐来翻一段时间的那个，翻一段时间的土就跑嘞，哪有像你们说的那个很简单啊？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一点都不难。在你们的世界里，我觉得是挺舒服的。怎么在这里看得见你们说话啊？
我要吃到菜必须要把水浇透，最近这几天好像都没有那个啥，都没有下雨的意思。水要钱啊，水是不要钱，但是抽水的时候要用电啊，要用电的。你看嘛，那里清都清不过来。对，不经历生死何以谈人生。